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。张雨辰，23岁，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，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。尸体的状态不太好，石蜡化导致面部全非，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。 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。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，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啊。我不同意。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。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。那我看他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呀。他来了。哦，保安在接待呢。哎，打开。 什么东西呀，阿姨 ？DNA 确认过了，确实是你女儿张雨辰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我女儿。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？她是空姐，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。 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，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俱乐部给她打电话，我给她打电话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她肯定在飞，她肯定在飞，她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。 他很忙的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醒醒，阿姨，阿姨，别碰他！我来，阿姨，阿姨，无自主呼吸，心跳微弱，突发性心脏病，阿仁，心肺复苏。阿姨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她都死得冤枉。 你这，好险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 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？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，他有经验吗？我说的是你们愚蠢，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？这是常识吧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，有本事你现在走，就见你世面去。喂，过分了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没出事就好。